我们今天讲的《金刚经》啊，现在讲到正信稀有分第六，这个标题啊很好。你能够正信，是非常稀有。这个标题的意思啊，正信稀有分第六，也就是讲，你能够正信是非常稀有。现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问大家，好，问你们，什么是正信？这个金刚经里面讲啊，正信是非常稀有的。现在的佛教徒经常喜欢这样子讲，我是正信佛教啊，卢胜彦啊，他又是基督教，耶稣又是他的咕噜，他又是道教，瑶池金母是他的本尊啊，这个阿弥陀佛也是他的本尊，他到底是信阿弥陀佛还是信瑶池金母啊？还是信他的咕噜耶稣啊？卢胜彦的那个不是正信佛教。现在问你，很多人都说是正信佛教，正信两个字你跟我讲出来，什么叫正信？善知识，正等正觉，讲得太大了。三法印，那是真谛，那是正谛。让自己得到身口意清净的信仰。让自己得到身口意清净的信仰。中道义。啊？中道义，中道。哦，中道，中道。八正道，哎，八正道里面就有都是正，哎，讲出一个正，正信是什么意思？正信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？正信，什么是正信？金刚经里面讲的正信哦，没有偏差。没有偏差当然是正了，当然是正了，没有错，没有偏差。但是哪里是没有偏差？中观，依止佛陀的教法为正信，依止佛陀的教法为正信，这句话太范围太大，范围太大了。佛说释迦牟尼佛讲了那么多啊，我是讲正信两个字最主要，在《金刚经》里面最主要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以戒为师，以戒为师，释迦牟尼佛最后的余训啊，他是余训。我如果讲说释迦牟尼佛最后的余训是什么，你就讲以戒为师。那就对了，但是我是讲正信。啊？以般若为宗旨，以智慧为宗旨。其实讲的大家都讲的都是在都不错，都围在那里，围在那里。告诉你真正的正信是什么？这一条收回去不卖。啊！吹破一切的烦恼，但是还有执着。啊！
苦集灭道，那是四圣地，那是四圣地。啊？一道合则，就是说，跟真正的道理，道太大了啦，道太大了，跟道合一，你意思就是跟道合一啦。啊，大师，啊？见一切空如虚幻，非常接近。我告诉你什么叫正性，金刚里面，金刚经里面的正性，上面那一章就讲了，见相非相，见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见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你看到所有的相，那个都不是真实的，因为都不是真实的，你就看到如来。什么是正信佛教？所谓正信，这里的正信虚有分，因为很难明白什么叫做正信，所以今天才跟大家讲。那些讲啊，又信这个咕噜，他的耶稣又是他的咕噜，要是金母。又是他的本尊啊，这个那阿弥陀佛又也是他的本尊，这个不是正信佛教，他都不明白正信。正信两个字就是见相非相，你看到所有的相全部都是希望，虚，虚假的虚，幻，都是虚幻，就是非相，见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你就可以看到如来了，看到真正的道了。所以见相非相，非相就是正性，这个道理。这个能够懂得这个道理的非常稀有，是非常少的。这一章就讲能够懂这个道理的，是能够懂得正信的是非常少的。所以一般世间的人呢、啊，就是着相，世间的人为什么没有正信，因为他们全部都是着相。你看现在的年轻人，年轻的还没有结婚的男人啊，年轻的小伙子，他们娶的每一个都想娶那个漂亮的妻子，哪一个肯娶丑的？丑的嫁不出去呀、啊，丑的丑一点的就嫁不出去呀、啊，长得丑的就嫁不出去，都是要娶那个漂亮的。哪一个年轻人不娶漂亮的？他们都着相，其实美不管你只是丑的，或者是漂亮的。全部都是非相，都是地水火风组成的，包括了整个地球，任何一个东西，全部都是地水火风组成的。汽车也是，房子也是，什么都是，都是一合相。你看到这些相，懂得它是地水火风组成的，分散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就不会着相，
你不着相，就叫正信。着相的，就是世俗人，就是这么简单，见相非相。所以大师所讲的，他的是最接近的，他的是最接近的。所以就是前一章讲的嘛，见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这个就是正信，非常的稀有。你要懂得这个的，非常的少啊。这世间的哪个不着相的？着的是钱的相啊，他们信什么？信钱啊，不是钱师姐的钱。啊，不是钱师姐那个钱，哎，也是钱师姐的钱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他着的钱呢、啊，财啊，钱财啊，都是大家都着的，都是着这个的。再来就着色，漂亮的东西，着名牌，穿的就是要名牌。连口罩也要名牌，连拐杖也要名牌，连轮椅也要名牌，都要名牌，那就着相了。那着色，还有着味，着什么味啊？你看这争嘛，美国跟中国。争的是什么？武林盟主啊！那金庸小说里面的武林盟主，真的，地球上谁最大？老夫最大，是名啊！你看，连国家跟国家也是名啊。见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全部都是假的，都是空的。都是虚幻的，没有一样真实。你修自己佛性显现了，你即见如来，你看到所有的相，你都不会执着，那个时候叫做见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所以今天跟大家讲啊，正信稀有，懂得见相非相的非常的稀有，就是我今天只讲这个标题，这已经很够了啊，大家够回去好好享受。正信两个字是什么？回去好好的享受，不像那些那个一般的那个佛教徒，我是正信佛教，你正个什么信啊？着相，连正信，你有正信的想法也是着相，笨了。所以正信讲他自己是正信佛教的，他执着于正信佛教，这笨啊，真的是笨、啊、真的是 Om Mani Padme Hum。 好。